这钱你必须得拿命换。啊！怎么你还怕别人知道不成？反正你爹都同意了。那也要收敛点儿。婉儿妹妹，婉儿妹妹，婉儿妹妹。 我这不是耽误了妹妹的好事儿吧？姐姐说的这是哪儿的话？姐姐可是和柳伯父一起来的。哎，我爹去视察延误了，我一个人我去得紧，便想来找你坐坐。不过温伯父不是已经给婉儿妹妹定了亲吗？沈家那个废物也配与我定亲？幼年时我曾见过那厮。 病殃殃的，看着就是个短命的。要不是我爹说他沈家强盛富贵，怎可能委身让我嫁给这么个老鬼？妹妹不似姐姐家中有官，姻缘之事自有朝中年轻权贵可以选择。妹妹只有靠自己才行。 走吧，你别堵了。你还记得成交那一处荒废的宅子吗？我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租下来。可宅子死过人吗？这？要不然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呢？你用这个房子干什么？别动！你说他们在开些什么？少爷，这是一种靠运气就能得钱的事情。荒谬至极。 我们走吧，孟氏。哎，这位公子，来都来了，何不赌上一把？到。哎，筹码上桌，概不离场。你把它还给我。哎，赌场规矩，如果你想拿走筹码，就得支付给这位姑娘她想要的报酬钱财。所以，这位公子，你是要给我钱呢，还是跟我赌一局？我。 哎，我的报复，拿来！我的信，这个信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你要钱，我可以给你，质量够不够？我知。我们走。 姐，左侧再往上一点。这样，行了吗？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首先豆豆。哎呀，搞好那10两银子，够租下这个宅子。姐，嗯，你这我们府的名字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吉利了？这就是我的目的。目的？从现在开始呢，你们陪我一起演一场戏，让那个沈不言麻溜的离开此地。 好保住他一条小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传说中的姑爷沈不言。想要我的钱，必须得拿命换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温家的大小姐温婉儿，顺顺你呢，就是那个天天被我打骂的小丫鬟涂查查。 那我了，你就演我的情郎。我，嗯，真的假的？那查查姐，谁来当那个温老爷和温夫人呢？啊，温老爷、温夫人，这不就来了吗？
小二，这附近可有一户温姓的大户人家。没空，忙着呢。公子，这城里姓温的多了，不知道您说哪一家呀？就是那个卖药材的温家。你说那个温家呀？哎，温家大小姐，这位公子找你。我方才在门口便听到有人询我温家，不知所谓何事。哎，头马上车，概不离场。你就是温家大小姐温婉儿。你不正是昨天那位公子吗？温家大小姐知书达理，怎会出现在赌场那种地方？怕不是假的吧？假的？思君念君，终得一见，公子还不是忘了吧？定不了，相思意。还说你不负我，退婚不就是你提出来的吗？我只是想确认，你是否会因为我家道中落，选择与我退婚？我实话与你说吧，我早已心有所属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，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跟我来。怎么是这个问题？温府啊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，牌匾都卖了，随便找了一个便宜的牌子挂上，字都错了，也无钱更换。那也不能用这个字啊。你之前想找我讨回宅子，你看现在这温府二字也配不上您。要不这样，我也不找您要彩礼了，您也别找我讨回宅子了。彩礼我可以给，宅子我也不要。哎，算了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其实我有情郎，会稀罕你的彩礼。你要干什么？除非我亲眼见到这个情郎。好，我让你一次就死心。少爷，你不是打算退婚的吗？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很。我不退了。啊！沈公子，有钱，他肯为我花银子，支撑我们家生意。我跟查查呀，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啊。但是我跟婉儿呢，从小呢，我们就是情投意合。你这个小子，若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出王宅。